老师一直是娱乐圈的好人缘，主持界的大佬，他的主持幽默风趣，口才也是一流，不管是什么场子都能被他圆回来，所以他能够成为主持界的明星，喜欢他的人更是不在少数。但近期他的一个举动引起了网友们的不满，这事情的开端就是他的一篇为电影宣传的微博。该电影中有许多他的好朋友，为他们宣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，但是这个电影的出品公司却引起了网友的不满。该出品公司最近被爆出有许多不好的事情，而他就这样为该公司电影宣传，难免会引起众多网友的不满，网友更是直言他没有道德底线，从中也可以看出网友的愤怒。而在小编看来，他当时发这条微博仅仅是为了好朋友的宣传，并没有考虑得很周到，这样一条不小心的微博就引起了大家的不满，可以说是十分萎了。没过多久他就删除了这条微博，转而为其他的电影宣传，也算是平息了网友的愤怒，跳过了这个坎儿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高情商的人，不在风口浪尖的时候逞强硬，怪不得他能够在娱乐圈长立不倒并拥有好人缘。中国的娱乐圈也就这么大，许多明星因为各种工作原因也会互相认识，作为朋友的宣传也是不可避免的，而有时一个无心之举就会让自己名誉扫地。娱乐圈的一切都是与利益相关的，所以说明星更应该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，并且要考虑周到。由此观之，娱乐圈难道不能有真友情了吗？答案肯定是否定的，只是他们的友情往往是私底下的，并不被大家知晓。明星好歹也是有私人空间的吧。而网友对于他的微博评论，小编看来也是有些过分，他为了朋友宣传并无过错，至于牵扯到华裔，我想也是他自身没有料到的吧。